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万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跟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介绍的是交通局，要讲的主题是 T-bike。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哈，看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台南市政府一月二十办理全国首创的 Smart T-bike 2.0 升级，甲智慧移动服务创新计划成果联合发表会，创新的思维甲结合物联网多样化的功能，提高 T-bike 使用附加价值。同时引进电扶卡踏车 V-Bike 租借系统，提供市民加一种共享运具的选择。市长黄伟哲呼吁市民积极去更新 T-Bike APP， 就会当享受全新的服务。在智慧城乡，其实台南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哈。跟市长报告，在 4G 应用的部分呢，台南就是我们在整个智慧城市里头很好的一个典范。那在智慧城乡里头呢，其实我们除了今天这个电动单车的共享之外呢，其实在台南有20个案子，有的是跨县市，有的是台南自己执行。所以台南的团队呢，其实在工会局这边呢，大概有8.9亿的这个总计划金额啊，工会局是补助3.2亿哈。因为听市长讲，智慧城乡本来就是台南市发展计划之一，脚踏车不再是脚踏车，也可以当提供真侪生活必要的资讯。重要的是，除了会当让台南市民上早使用到一个科技的新产品以外，更会当达到健康低碳、节能减碳的目标。我们都希望说，这个政府能够提供给骑乘者最好的一个服务，让这个骑乘者他本身在使用这个单车的时候，单车不再仅仅是单车，单车还可以提供许多生活必要的资讯，以及这个单车骑乘者的用车人他本身的健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可以提供市民相当大的一个使用的诱因，也可以让府城台南的市民能够最早能够用到一个科技的新产品，也能够达到一个低碳节能减碳的目标。这个因为全球暖化哈啊，那么咱的能源短缺了哈，所以呢，政府呢一直在向咱的民众来宣导哈，爱节能减碳。那么在交通的部分，当然呢，这脚踏车哈，是节能减碳上好的这个工具哈。那么咱台南市呢，府城哈，原本伊的街弄也比较小，然后对着一挂游客，哦，伊那是会当骑着咱的这个脚踏车，就是咱台南市的这个T-bike 哈，那么会当在这个小巷弄内底穿梭啊，非常的方便哦。那么伊骑着这个脚踏车 T-bike 呢，会当在咱哦府城安尼会当浏览哈，啊来欣赏着咱台南市府城的这个水。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最近这几冬哈，咱的这个 T-bike 伊的成果哈也实施得很好哈。那么最近有个有新的这个点哈，就是这个咱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新站点哈，要来推出哈。那么在今仔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到咱交通局长哈王明德局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哈，报告咱哦这个 T-bike 一挂新的这个站点，啊，搁有咱过去哈这段时间内底这个 T-bike 的一挂哈这个政策到底已推行到什么种的程度？局长你好，袁姐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长王明德。是，那么哈，咱就记得 T-bike 哈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了哈，怎样哈？好像现在很多先进的国家哈，下棋伊马拢有 T-bike 哈，那么咱台南市也 T-bike 咱的特色是什么？是，台南市的这个 T-bike 是从105年开始这个部件哈，那到现在其实也是有大概4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个4年当中呢，我们当时逐年的来增加站点，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7站，有2100多辆的车子来提供服务。那我应该是说，公共自行车这个议题，其实很多市民朋友最直接联想到是，为什么要有公共自行车？那跟不是每个人自己就可以去买自行车，然后就可以骑出去哦。那政府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哦，然后来建制，建制完还要做营运，还要管理，还要维修。我想
也趁这个机会跟所有市民朋友来报告，其实公共自行车的角色应该是我们所有公共运输里面的最后一里路的角色。啊，正如刚刚袁英所提到的，其实在各世界各国的大都市或者是台湾，其实主要的几个首都城市也都这个直辖市也都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这个服务。那所以这个台南市政府也是为了要提供这个在公共运输的这个环节里面的这个最后一轮的角色，所以我们也来这个建置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其实主要目的有两大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刚刚袁英姐提到的这个观光客，他不可能自己从这个其他的都市把脚踏车带来，所以他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给他这种共享式的公共自行车，那他在他这个所需要的站点之间呢，可以来做这个借用，然后可以来做骑乘，尤其是台南市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由这个这个巷弄啊，这个老街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观光目的上的使用。第二个目的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最后一里路，就是说有当时啊，你对火车逃出来，但是你公车、路车，你要够跟你回家啦，或是你要去购物的地方还有一段路。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自行车的服务，公共自行车的服务，因为你也不可能从这个家里就把这个脚踏车带出来所以如果这个服务你都不用走咯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骑乘单车，我们就说它是最节能环保的运具所以如果可以骑乘单车的这个服务呢，我觉得就是让民众的这个完成它整个旅次里面的这个运输服务的品质更加的提升当然你要是说光你要是要提供给观光使用那个站点的选择它就要放在观光地区你要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主要的是火车站出来啦，或是公车下车，那就会是主要的火车站或是主要的公车站那跟主要的这个大家要去的地方两边都要设站，我才能够这边借骑一骑，骑到我到达的目的地再还站还车所以这个是在点的布设考量上就会比较重要所以大概有几个发展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是它是属于低污染然后低耗能的运具然后希望可以因为这样呢，让私人运具的使用可以少一些然后改善我们这个都市的交通的这个品质，让这个塞车减少空气污染减少另外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提供给最后一里，你要如果你要步行的，我们可以提供你这个脚踏车的服务，让你这个不需要走得那么远我想这个是主要发展公共自行车的主要目的。因为这款游客来哈，比如讲在咱府城来得好啊哈，那么他要从这一个点去到另外一个点啊哈，有时候要坐公车，有时候刚好那个号次也不太顺啊哈。阿里公叫一只个人车哈，就是说实在那个花费很高哈所以伊利用这卡达车哈，那么一边呢哈，就是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这个中间，他也可以浏览一下，搞不好他又发现一个新的点，他又会去进去看一下哈，逛一下哈。那么因为那种这个服务，那么那家游客他会更喜欢来哈因为来到这里说在他觉得方便啊哈那么他来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但他提供好更多的方便利便性诶，那么我就想了，这无形中就是增加了游客哈，这个流量啦哈，咱的游客的这个人数会增加哈，那么无形中嘛带来哈，咱台南市的这个商机啦哈，咱的这个经济发展会当更加好。那么咱最近就会当哈，咱这个 T-Bike 它运输的这个就是讲我怎样讲比如讲好多话咱局长你讲的，然后可能它就是。一个游客啦哈，他来的时候他可能要坐高铁，然后要坐台铁哈，回家嘛哈然后再来可能是公车或是脚踏车，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提倡的就是所谓的 BBW， 所谓 BBW 就是说 bus、bike 跟 walk， 就是坐公车，而且坐这个骑脚踏车或是走路，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节能减碳的这个运输模式那我们也提倡就是说，其实骑脚踏车有很多人他是不只是当作是运输模式，他当作健身运动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推动这个政策上面希望朝向更深更这个生态啊更环保的这个城市所以譬如说我们从高铁啦或是这个台铁这个出来的这个游客呢可以来骑铁马，我们叫做山铁山铁的串联它这个当然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在
台南火车站站前的那个前站前面那个 T-Bike 站是运量、使用量最大的最高的站、因为那个那里是游客最多，是代替出来哈，这回家出来，而且这公车哦，那里也是很多公车，这个最主要集中的这个起点或是终点，那那个地方的这个T-Bike 的借用的使用量跟还车的使用量就会非常的高。另外是说，我们刚提到我们提倡这种，坐公车、走路跟这个骑脚踏车跟走路这种这个让大家城市更环保，让大家的身体更健康，借由这个走路或是骑脚踏车的运动，能够这个让大家的促进大家的身体健康，这是我想希望能够让这个更健康或是更环保的这个运输的方式，能够带给市民朋友做这样的使用。那么因这这个开卡拉车哈，都没有什么门槛，最高的门槛就是要会骑脚踏车了。啊、你哪边开卡拉车，我那就没有办法。啊，你如果会骑脚踏车，冬天上它第一个它那个对它的来讲哈，消费又低啊。啊，目前说坐个人车、坐公车哈，它的消费最低一点的了哈。所以只要你会骑脚踏车哈，那么你。卡达加起来吼，四个吼，大家骑不下。你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哈。那么咱台南市像阿多阿兰局长例如讲嘛吼，伊伫台铁门口就是一个点，然后那个是一定需要的。那其他的点，我们是用什么的标准去设计？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会考量第一个就是需求性哈、比如说是这个观光地区、或者是我们刚提到的。主要的这个运输工具转乘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设的这个第一个爱设的有人要使用的所在、这个资源才不会浪费、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刚提过的政府要编列预算要去建置、然后建置完之后要去维运、我想这个是要把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第二个是要有场地然后那个要找到合适的这个空余的土地才能够设、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部分都是设在人行道上、因为人行道上面比较容易找到空余土地，我如果在路面设那就会又阻碍了这个汽车跟汽车的、我们的路本来就很小了、另外还有一些站是设在公园内、如果公园的周遭靠、外面人行道出口、因为它必须好像有这个车道可以连接出来、那如果有合适的场地空地也可以来设、所以是需求跟这个有没有这个场地来设、是最主要的关键、那目前我们大概就是刚刚提过的从105年到现在我们完成的总共77站、那最新完成的是在今年的上半年陆陆续续我们又新增了15站、那目前总共就是77站然后有2100多辆的车、那从105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累计的骑乘的人数已经有到了276万这么多、那因为要借这个车子要先注册、所以我们注册的会员人数也有43万的、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我们培养了一些固定的使用者、譬如说我做最核心他已经习惯了是他做最核心他公车还是坐火车出来就好他要骑脚踏车、去他的学校所以我们有些站也会设在学校的附近、那提供学生在这个我们刚讲的最后一里路他不可能要走10分钟走20分钟、所以已经有培养了一群固定的使用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当初设的目的希望能够让这个使用能够达到这个它的最大的效益。以前还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就是讲有个人伊爱家己吼买一台卡拉车，放伫迄个火车站的边啊，好附近。可是吼，这个又有一个担心呐，有时候被偷这个被偷的时候比那个坐公车更加贵。对，所以我们有这种服务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吼，给做安心的啦，他只要那个刷个卡哈，然后付费付使用费就可以了，他又不用去担心说哈，我怎么在上课，我就在车不着去上班去嘛。是所以我想我们是希望这个透过这样的设置呢，让我们刚刚讲的需要的人能够这个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那目前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府城地区哈，府城6区。那除了府城之外，就是比较周遭的卫星的区就是仁德、新市、善化、永康、归仁、那我们特地在今年我们前进的新营区，因为新营区是属于除了
府城六区跟永康区之外，我们第八高的人口第八多的区、所以我们今年特地在新营区设了四个站，那希望可以带动新营地区的这个骑乘脚踏车的这个运动的风气。很多人讲就是讲哈，近景咱设的点拢是以关地啦哈，但关系也被合并的户县部分啦哈。那么因为咱今嘛后来哈，慢慢要推出更多的点嘛哈，服务更加侪比这个民众哦。啊，像他如果咱局长讲的，就是这新营地区哈，我们现在也有新的点哈，啊，其他的我们的考量是为什么要设这些点？应该是说。新营地区其实它也蛮集中的、因为它就是这个都市的核心还蛮小的、所以而且它也推展观光，所以我们在新营设在这个新营火车站，我们刚提到火车站一直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天鹅湖或者是这个美术园区，还有新营高中，就是我们提过了观光的需求跟学生他就学从火车站出来他要去学校，那就很方便的可以来使用。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希望把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服务带到新营去，让新营的这个民众市民朋友来使用看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运具，然后把这个使用量能够把它提升上来。是。那么好，咱有当然啊，有一挂民众，他都你讲的哦，当然学生他们用的使用率比较高了哈。啊，有一些民众他们可能还没有用过啊，可能是想尝试啊，但是想尝试有时候都怕怕的哈，不知道怎么操作了哈，行不行嘛？借这个机会哦，请咱局长跟咱的雄心比武做一个介绍吧。我想，它有点是跟。有点像坐公车，我们一样也是用电子票证、所以你只要在这个我们的它有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那就要在我们机器上做注册，把你的卡片去做注册。注册完之后，可以在机台上你就先刷卡，我们有一个口诀啦哈，一刷二选三取车啊、刷完之后呢，再选择你要的那台车啊、然后选完之后按按钮。因为有一个锁扣，因为每台车就是锁在我们这个车架上，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使用了。那还车其实就是颠倒，那就是这个先把脚踏车的这个锁扣插上去，放回去，对，然后固定好，然后再去刷卡，就可以完成还车的动作。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目前阿美拉盛极费率如何？那目前是每半个小时10块钱。如果你持有，你刷的如果是市民卡。可以再打5折啊！市民卡是半价优惠，就5块钱而已。是30分钟5块钱，等于一个小时才10块钱。有人会是借了之后去玩一天呐、如果我们一天的话，我们是每24小时结算一次，我们会有费用上限，收到200块就不会再往上收了。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借了要我骑一天哈24小时嘛，有一种的人。应该是他会比较会计算，我骑到家我再骑，啊，起码他等下重新计算，那个骑的时候他都会重新计算，那这是你自己去算一下了哈，哪一种的这个发挥比较便宜？是，我想有在骑的人家己拢做好算的啦哈。那么这就是讲方便哈，咱的民众啊，然后也是让我们哈节省一寡哈这个交通费啦哈。那么就是讲哦，咱骑这个 T bike 哈，当然呢。不管是坐任何这个交通工具啊，你讲坐高铁也好，哦，它有什么早鸟价啊，就可以比较便宜哈、哦。那么 T bike， 是不是也有一些优惠？是，T bike 其实我们主要在暑假我们使用的，我们统计之后，暑假其实是使用的这个人次会上升，因为主要暑假是学生放假，然后这个观光客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在。暑假来办这个不定期的这个推广的活动哈、那这个例如是抽奖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累积点数的活动，那我想另外是我们在去年推出了我们叫做 T bike 2.0，就是 smart 的比较聪明的智慧的 T bike，大概我们刚刚提到的2100辆里面的500辆配有这个设备，这设备就是在车上我们有这个。卫星定位的装置，所以如果你下载我们的这个T bike APP 那它就会帮你把你骑乘的路径都记录下来，对你骑完之后就可以知道说你总共骑了几公里，多少时间，然后是从哪里骑到哪里。我想这个是我们有新提供的这个新的这个让方便民众来记录骑乘记录的服务。那个比如说我们计费是以时间嘛哈，那公里数它就不计了。是以时间，对，你骑多也没关系。那个
你若要较精算，你就骑较远的。啊，是骑较近的。哦，那如果说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哦，如果说骑到一半，他刚好骑着机车那个脚踏车故障怎么办？哦，是这个我们脚踏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维运然后维修哦，会有这个定期会有维护。啊，譬如说刚刚袁姐提到，如果你骑到一半这个故障，你可以打我们这个服务的专线啊，我们这个 APP 上面都有服务专线，所以因为这个营运的厂商呢，他要帮我们做车辆的调度啊，所以他如果你这样坏掉，你周边可能没有刚好有站点，所以你没办法还车，所以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这个营运的厂商，他可以开，因为他们有发财车，因为他们通常是做车辆调度，因为有些站被停满了啊，然后有些站是空格位很多，所以他必须要把车调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他们有这个运输的服务，所以可以这样来处理。哦，啊，另外是说，你哪骑借车的时候呢，这个发现故障，哦，没有办法骑，在三分钟之内再还回这个车这个站点呢是不计费的啊，三分钟之内再还回去不计费。啊，除了不计费之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帮我们把这个椅垫啊把它反转。就表示说啊，这台车是故障哎，哦，所以其他的市民朋友不会去借，然后我们的这个维运的厂商就会知道啊，这台车是故障的，他们来做这个定期站点维护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车收回去来做这个维修。那另外是防疫期间呢，我们就是还是会维修厂商每天会有人去做消毒，哦，用酒精做擦拭，哦，大家担心这个大家摸来摸去，对，所以我们特地有一些防疫的作为。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很注意到了，是，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如说他都你讲的啊，我看出来啊，哥哥我发现讲派去啊，我随个坑去，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这个公司啊，他们服务公司，他们会知道吗？就是说，他会知道说这一台，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要来检查才知道，还是说要来检查才知道？哦，所以我们希望市民朋友帮我们做个记号，把椅垫做反转，啊，这样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故障啊，别人也不会再去接到这台车。好，对，这就是大家举手之劳来帮我们这个，帮大家注记一下这台车是故障的，这个不要再借了。对，公车哈，哦，会有一些路线，好，哦，就是讲。哎，坐公车去升南台南区哈，哎，这个景点啊，它会有一台那个类似观光路线呐，啊，哈。那比如说骑脚踏车，它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有，我们在这个，所以我们鼓励市民朋友，就是你如果来骑我们的 T bike， 你就下载我们的 T bike 的 app 啊，那这个 app 里面会提供大家建议的行程，哎，那这个建议行程就会告诉大家说怎么骑哈，连地图都有哈，这个怎么样骑是，比如说你是要去。老街巡礼的路线，或者是要去这个博物馆的资讯的路线，我们会有一些建议的路线给大家，所以我们这个 APP 里面的资讯非常的丰富。当然啊，骑脚踏车有骑脚踏车的方便啦，啊，但是有时候就是讲，咱伫台南市吼，咱分享这个所在吼，说实在的，咱骑一台脚踏车吼，啊，甲迄个大车，是吼，啊是讲客运车啦，吼，啊是讲轿车啊，啊是讲公共汽车，哦，我们在那边争道，有时候也是蛮。让人家担忧的啦吼，咱是不是讲，因为咱即马目前开下车吼，有时候也是较多啊，咱局长讲的嘛吼，健身嘛吼，啊，有阵时为着要好咱的身体，有这个刚好有透过这个时候吼，运动一下吼，那么咱是不是有一款路线吼，规划出来让大家可以吼，也利用一下这个脚踏车来。行走，我想我们刚刚提过的，就是我们骑脚踏车大概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通勤，然后就是要达到目的地，所以它有可能会骑乘在市区道路上，它不会有专用的脚踏车道，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市民朋友在不管是骑我的 T bike， 或是骑大家自己的脚踏车，在市区道路上跟汽车、机车混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小心，这是第一个部分。阿德里伯温的提供，如果我是休闲啊、健身使用，那我们就希望骑在这个。风景好的脚踏车专用道上面有绿树啦，有好的这个风景。那台南市目前的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系统呢，专用系统呢，大概是有36条哈，大概是有总共总长是595公里。那这个脚踏车道的配设置呢，就会回到各个这个局里面去，比如说在河床边的，那就是水利局要设啊，在公园里面的，那就是这个公务局要设，所以。目前这个是我们交通局是窗口哦，提供资讯给大家。那我们去整理的，府里面各个局设置的脚踏车道，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595公里哦，大概就是会配置在一些
主要的观光区啦，或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河边，尤其是在河道旁边比较容易设置这个脚踏车道的部分，或者是在山区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之前这个一些台糖的这个糖铁拆掉之后遗留下来的路廊，那是最容易最方便来设专用的脚踏车道。所以如果大家需要这个资讯，也可以上我们交通局的网站，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资讯，所以提供给大家这个自行车专用道或观光或者是大家运动健身使用的，可以去这边来找，在这些地方比较悠闲的来骑车。脚踏车哈，本来就是咱传统古早的一种交通工具啦。以前还没有机车那么普遍，没有汽车那么普遍，大概都是用脚踏车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定要骑脚踏车，那个怎么讲？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啊，机车、汽车那么方便，然后所以就在骑啊脚踏车啊。那时候骑脚踏车是为了交通啦，现在骑脚踏车呢，变成有一点点。那个功能哦，转变的就讲啊，健身哈，阿个有就是，有人家有是为着要节能减碳呐哈。那么未来啦哈，咱台南市对着这 T Y 科哈，各有较远大的这个规划不？是，我们这个交通局目前对于这个公共自行车的这个政策呢，因为我刚刚提过，就是，目前是77站哈，如果要扩增站点，就要编列预算去建置啦，然后站点越多，我的有运的经费就会越高，所以。目前这个市府的政策是希望在这个规模底下来观察我们希望资源还是有效利用那如果有使用效率比较差的点，我们就可把它移到这个使用效率比较高的地方来做这个这个设置然后让这个潜力可以发挥另外是其实共享运输这个概念其实不是只有公共自行车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各位市民朋友如果看到我们最近共享机车也进来了我们的 GoGoLo GoShare 也进来了当然机车是只能给有驾照的人骑所以自行车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我们常常说很多学生他没有驾照所以我提供给他共享机车他也没办法使用所以共享自行车还是有必要那另外是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些商业模式那我们最近也有一几个厂商愿意来提供所谓的这个共享的电动辅助自行车那个就是也不用驾照而且你踩的时候呢就会有动力的辅助那这个服务呢他们厂商愿意自己来投入自己来设置那他可能会设置在比如说他会跟这个商家来这个讨论可会在他的前面画几个这个格位这种新的共享的这个模式他不一定要设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实体的站点他可以用无装的方式无站点的方式你起码可以用定位卫星定位他就知道车子在哪里所以我们一方面能够持续的把我们的这个T-Bike 这个把它营运的使用量提升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引进更多元的共享运具那这样是否就不用一直编预算一直去建置一直在增加预算来维运我想这部分是我们未来发展共享运具的这个政策目标那个就是多样化啦多选择啦像刚才咱局长说的然后那个学生啊他没有驾照不能骑机车但是你如果有给他提供这个脚踏车那或许他就不会动脑筋去骑机车啦如果有这种电动的这个脚踏车这样子的话他有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不会只有想到说我要一定要去骑机车所以这样买当降低就是讲好因哈违规的这个记录啦哈，那么咱市政府哈当然在这个交通的方面，咱包括公车啦哈，咱之前讲的这个消防公车啦哈，咱今麦这个 T bike 啦哈，拢是希望哈，借着咱的市政府的这个主管帮助，好咱的市民，也是讲哈游客来到咱台南市的时阵哈，在这个交通方面能够更方便啦哈，因为我之前讲到嘛，我讲。因为像台南市就是这么的狭小就是要透过我们交通局用较侪这个地位、较管的这个地位来改善咱交通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很感谢我们交通局长王明德王局长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王婉咱台南乡亲人，我们下次见。